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你们是哪个寝室的？我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夜不归宿，我要记录在案，全校通报批评，拍照。阿姨，别，不是我们不收，你说真的我呀？对啊，我跟他熟的像不熟啊。哎呀，别拍照啊！哎，别跑！宇轩，佳佳，这是你的表。昨天晚上你忘到我房间里的，别瞎说，我们俩是兄妹。谁和你是兄妹了？我们可是指腹为婚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喂，这儿好像是操场啊。废话。老大，小老板。老大，老大，他们来了。哦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请，请坐。Welcome. I'm old big. You, 可以 call me K 龙。有什么秘可以帮 you 的？王哥会说中文，太好，这样咱们之间就更加亲密了啊！说吧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？意大利单人街有一个老大，陈国祥，对我们的家族的威胁越来越大。我们找到他有一个孩子，还留在中国读书，寄养在朋友家里。如果龙哥你能帮我找到的。这些是请您喝茶的。我可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，这拐骗小孩的事儿，那可是犯法的啊！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啊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？捡起来，下去写 PPT， 啊，滚！不好意思，二位啊，我们这里的上班族啊，他都是带着刀的。开个会啊，谈个事儿啊，他方便，千万别多想啊，千万别多想。这些只是定金，市政之后，我们老大会有重谢。阿彪，这种帮独居老人跨海寻亲的公益事业，我们不做，还有谁能做？哎，我靠！姐姐，我不会被下迷药了吧？下迷药？怎么下的？我好像也没吃没喝别人什么东西啊。迷药分很多种。并非只能通过吃喝才能吸入，有一种迷烟，无色无味，
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好像在电视里看到过。你能提供点有价值的信息吧？关键是要搞清楚对方下迷药的目的在哪里。难道我们被迷奸了？迷奸？按条件，你应该是二千线性状吧？别紧张，据我刚才的现场观察，应该不是。第一，从现场的脚印来看，虽然有一组凌乱的脚印，但是大小与亲姐阿姨相符。除此之外，也并没有其他男性脚印。第二，从我们的衣着来看，虽然衣冠不整，但是该有的都有，不像被人撕扯过。另外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淤伤跟被虐的痕迹。第三，从现场的环境来看，哎，对了。究竟男神什么时候才可以注意到我呀？大萌，今天我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向我的男神宇轩告白。好，宇轩，等我跟你表白。怎么回事？胀得像个大馒头，肯定是假的。我这旺仔小馒头才是货真价实的。二千，二千，你真的好美。宇轩，你真帅。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。我爱你，么么哒。我有特异功能。Ti rifiuti di questi cinesi? Non possiamo cercarlo noi. Darebbe troppo nell'occhio. Lasciamolo fare a loro. E poi, quando l'hanno trovato, lo rapiamo e gli chiediamo di consegnarcelo. Ma la portiamo a consegnarcelo. Come? 咋的啦？老往我身上骑。别碰我，你这个变态！先住手！对，就是他这个变态。他刚才也摸我，谁变态？你们才变态呢！就是你，没有，是你。哎。刚刚在操场上裸奔的那三个女孩吗？你没事吧？我们是衣冠不整，但我们没有裸奔啊！你不要乱说。我们走。好像什么都没说吧。男神，我叫二千，我叫大萌。八辈子没了，怎么今天一直在逃跑啊？别墨迹了，赶紧上楼拿课本去，不然上课迟到又得受罚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刚刚在操场上用来扔嬉戏的臭球鞋，好像是我用意念控制的。你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现在用意念就能移动某些物体。刚开始我还不信，可是现在，那你把宇轩给我移过来试试。你别闹，我好像也是。什么？你也有？我好像接触别人身体，就能读懂他们内心的想法。那这么说，你们现在是超人了？谁啊？
是喜欢玩性感吗？敢抢我风头，活该。